行，我知道了。妈，哎，你们两个这收拾好了？是啊，我们要去上班了，你在家看孩子吧。来来来来，哎，我抱着。妈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今天可千万不能出去打牌。呀，儿子，你说这是什么话呀？我看我大孙子呢，我怎么可能出去打牌呢？行，我们啊把你从老家接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你看孩子，你注意点啊。你放心吧，无论干什么事情啊，都没有看我大孙子重要。行，那我们走，走，兰兰。你们两个在家玩吧。哎呀，真听话，睡着了。喂，喂，婶，在家干嘛呢？大帅，我看我大孙子呢。这我听说你过来了，正好我这边三缺一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哎呀，大帅，我去不了，我大孙子呀在家睡着了。睡着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告诉你一声，这孩子睡觉时间长，你把孩子放在家里就行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儿子给我说了，不让我出去打牌了。那要不行的话，你带着孩子一起过来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哎呀，婶儿，你看我们啊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们想你了，我们就玩一会儿，你看行不行？玩一会儿？啊，对，就玩一个小时，等有人来了你就走。那好吧，我去玩一会儿。行行，那我们都等着你了，你赶紧来吧。好好，我先挂了。哎，大孙子好像在这睡觉。奶奶呀，打牌，给你挣奶粉钱去。哎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孩子一个人丢家里，你出去打牌，现在
娘去前面，我去这边。行。小宝，小宝，孩子，行了，别哭了。你烦得我心烦死了，我的孩子要找到我给你命来。你去那边，我去这边。宝宝，你能去哪呀？宝宝。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这谁能把小宝给抱走啊？你们两个找到了没？没有。这可怎么办呀、啊？这小宝到底去哪了？都怪你！你说你要不把他放家里，他会丢吗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兰兰，别说了，我都后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要是找不到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，要不这样。你们两个先回家，我去报警。我的孩子，奶奶，对不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能不能别说了？老太婆，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让你看看孩子，你都看不好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让你来了。我告诉你。小宝要是找不到了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的，听到没有？谁呀？是不是孩子有消息了？兰兰，哎呀，闪闪，在你家呢。啊，是啊，闪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事情啊是这样的。哎，孩子怎么在哭啊？家里面没人呢，这门也没锁。兰兰，婶儿，你在家吗？这他们这心也太大了吧，把孩子一顿放家里。这孩子啊，估计是饿了，哭得那么厉害。要不先抱回我家，我给他喂饱，等会儿他们回来。不是我说你们两个呢。你们怎么放心把孩子一个人放家里啊？闪闪，都怪我，是我出去打牌了，就把孩子他自己放在家里了。婶儿，以后你可不能这样呀，这是打牌重要还是孙子重要呀？这幸亏啊，今天是碰见我了，如果被别人抱走了可怎么办呀？是，闪闪，谢谢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打牌了。今天真是多亏你了，谢谢你啊。等一下小薇回来了，我们两个会登门道谢的。不用了，都是邻居的。那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别碰我孩子，虽然孩子现在找到了，但是我也不可能原谅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现在不在家，